好，歡迎收睇今日嘅廣東話嘉賓訪談環節。喺今日嘅十分鐘裏面咧，會同各位家庭觀眾一齊講下啦。我哋嚟緊安省啦，所有嘅中醫師都要考牌先至可以行醫㗎。咁到底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考取呢個牌照，同埋有啲乜嘢須知，會逐一咧喺呢十分鐘裏面講解下㗎。咁首先介紹一下今日嘅嘉賓出場先。今日好高興請到世界中醫藥深究學院嘅校長，佢係余乃永博士，歡迎曬余博士上嚟㗎。主任好，你好，余博士你好，歡迎曬你啦，抽空上嚟同各位家庭觀眾啦講解一下，咁其實點樣先至可以考到呢個安省嘅中醫牌照啊？喺2013年嘅四月之前咧，咁就每一個人都要登記咗先可以做再做中醫師同埋針灸師噶啦。咁但係咧就係喺之前點樣去登記咧？咁就你如果係喺安省做咗5年中醫，又有2000個病歷，咁你就可以登記啦。如果唔係咧，其他人都係只可以做 provisional member， 就係話預備會員。咁咧就喺1年之後仲要考試嘅。咁其實我都知道咧，考試好明顯就一定要好多課程要準備嘅。其實我知道你哋學校咧都有提供呢一類嘅課程俾中醫師去準備佢哋嘅考試嘅喎。係，我哋學校咧主要就係作為一個即係你做作為一個登記嘅時候即係嘅考試啦。咁我哋咧喺北京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嗰度咧同佢合作咧就。引進咗一個咧就北京嘅國際牌照，咁呢個國際牌咧就有國際中醫同埋國際針灸師啦。咁如果你讀完咗我哋嗰10個課程，呢個10科咧，你就可以去考呢個牌。咁考完咗呢個牌咧，對你去登記作為一個中醫師或者針灸師應該係有用嘅，因為佢係國際通用嘅。咁頭先咧就聽你提及到啦，你哋係同北京嘅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合辦嘅。咁其實好想問一下，這個到底係一個乜嘢嘅組織嚟㗎啦？我呢個組織其實咧就係中國國務院批准嘅一個組織嚟嘅。咁因為之前咧就衛生部咧喺國外考試嘅。咁但係咧就即係變咗咧，好似干涉人哋個內政咁，所以咧就變咗就喺2005年咧就變成咗一個學會。咁呢個學會咧其實就係面對全世界嘅，佢嘅責任就係專門係發國際牌嘅。咁對於國際嘅中醫啊、針灸啊，甚至係中藥啊、護理啊，佢都有嘅，唔淨止係中藥同針灸添嘅。咁我哋因為見到係馬上就要中醫登記啦，咁可能好多人咧，譬如 grandparent 嘅，咁佢可能係跟師傅啊，或者係自學嘅，咁佢點算咧？咁所以我哋咧就引進咗呢個國際牌，就如果佢讀完咗我哋呢10科之後咧，咁佢考試合格啦，咁佢就達到咗呢個國際牌裏面嘅中醫師同針灸師嘅標準，方便佢登記。咁其實好想問一下國際中醫師同針灸師啦，佢哋嘅考試級別有冇分唔同級別㗎？哦，有㗎。嗱，佢分咗6級㗎，最初嗰個就見習，然後咧就係、是一般嘅即係助理啦，咁然後咧就到執業。然後之後到專科啊，然後咧就高級，然後咧就做嗰個主任中醫嘅，咁佢有6級嘅，咁我哋而家考嗰個咧就是、第3級就是、執業中醫師同執業針灸師，咁佢咧其實等於中醫藥大學嘅碩士畢業㗎啦。咁厲害，咁即係話其實咧，如果你而家開始喺2013年嘅4月開始啦，想喺安省度作為一位正式合資格嘅中醫師咧，你一定要考取第3個等級，亦都即係話咧執業嗰個等級咯，先至可以行醫嘅。其實我諗如果佢實習都得㗎啦，因為佢嗰個牌其實都係中醫藥大學畢業就得㗎啦。咁但係我哋咧就覺得即係比學員考高級一啲。啊！即係佢係可以考到一個執業嘅中醫同埋針灸，當然咧佢最好佢對中醫有啲認識，咁然後我培訓你上嚟咧就比較容易啲咯。咁其實好想問一下余博士啦，咁如果啲學員考取到安省呢個登記資格之後，佢哋有冇啲乜嘢課程係需要修讀先至可以得到安省嘅永久會員資格㗎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就提供咗一個預備資格啦，即係話佢考到呢個國際牌之後咧，佢可以去登記。咁佢登記咗之後咧，其實佢只係作為一個預備會員，佢要成為一個註冊會員咧，仲要1年之後仲要再考一次試。呢一次咧就係、是安省政府考嘅。咁佢考呢次試嘅時候咧，其實仲有啲嘢要讀嘅，即係我哋考嗰10科裏面其實
仲需要再加一啲學科嘅，譬如話而家個個都知嘅就係呢度嘅安全法啦，即係作為一個醫生嘅安全法啦，同埋係嗰個醫事法例都有關係嘅。咁其實好想問一下余博士啦，咁喺2014年嘅安省政府中醫註冊，如果佢哋想考呢個試嘅時候，其實有啲乜嘢係特別需要知道嘅咧？哦，佢如果要考，當然唔係個個人都可以考得嘅啊。咁譬如話，我已經講啦，即係你具備咗國內嘅中醫藥大學畢業，咁你可以嚟去報名去考，或者你受過我哋嘅訓練，咁你攞咗個國際牌你可以考，或者係你唔夠5年嘅，就亦都唔夠2000個病歷嘅，咁你但係你係做緊中醫噶嘛，咁你亦都可以去登記下。明白曬，今日啦，多謝曬啦，余博士抽空上我嚟啦，同我哋傾咗咁耐嘅。咁最後仲有少少時間，淨可唔可以話俾各位家庭觀眾聽啦？你哋嘅學校係位置喺邊度咧？哦，我哋喺 Shepherd East 5183，就係大多倫多文化中心嘅2樓。咁我哋而家馬上咧就20號同21號都有課程嘅。咁20號嗰個咧就係每個禮拜有上嘅，咁每次咧上7.5小時。咁如果我哋係21號嗰個咧，就星期一同星期五係專門為咗暑假嚟開嘅。咁嗰個咧就係上2日嘅，咁就用200多個小時咧，先將佢從等佢温習10科，然後咧再去到年底我哋再考試。咁相信啦，如果報讀咗呢個課程之後咧，你一定會就算唔係好記得曬所有嘅中醫條例啊，所有嘅嘢啦，喺呢個課程裡面咧都應該能夠温故知新噶啦。係啊，即係我哋嗰個課程亦都係根據北京中醫藥學會嘅要求，就唔係我哋設計嘅，係根據嗰個要求嚟培訓佢嘅。明白曬，今日啦，多謝曬啦，余博士抽空上嚟，亦都呼籲啦各位家庭觀眾，如果有需要報讀以上嘅課程咧，就要盡快啦，因為咧喺嚟緊呢個週末就會正式開始㗎啦。係啦，今日多謝曬余博士上嚟，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再見啦。係，多謝各位。